今天我们吃排骨，然后还有这个鱼皮卷，红烧排骨。鱼皮，这个是葱厨家的鱼皮卷哈。收到过之后直接把它解冻，解冻了之后洗一下，把里面的这个料汁放里面拌一下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加热哈，直接拌一下就可以吃了。脆脆的，很好吃。扣肉，炒辣椒，卤的猪头肉炒的，好好吃。
豆豆，香干回锅肉，拌饭，太香了。这个香干你就焯水之后再炒，不好吃我跟你讲，我不相信，真的好好吃。一包里面4块，湖南本地的湘菜馆用的都是这款香干，没有添加剂哈，现做现发。今天拍的都是今天做的，明天发给你。豆香味很浓，口感又软。拜拜。